很漂亮，我几次好不好？有没有算？你讲第二个。我爱他，啊，还有没有？等一下讲一个吧。他很害羞啊，等一下敬酒的时候会告诉大家。那我问你，带你答案，你为什么要娶他？我爱他。你爱他，你要讲五个。我。你呀？对。对，我喜欢他。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，然后呢？所以我保护他，哎，很好。给他让，麻烦他。